小姐。真欢喜甲大家见面，甲大家熟悉啊！啊，咱中间有真侪拢是啊，拢是咱的重要干部啊。那自以来负责的第十五届啊，法律建国的这个学院的课程啊，我认为大家对台湾目前的台湾来讲，每一个人拢足要紧啊，恁唔通看见家己。甲这个乡土有结合无单紧，对认同家己的文化，关心台湾的未来，是敢那这点就相当甘心。啊，我有缘有看见中间有两位的这个出家众，哦，因有这个心，啊，我想台湾的前途是光明的。啊，我本身是教宗教史的人，啊，一生为着这个。世界宗教史、台湾宗教史咧拍拼努力，目前要做客座教授，因为我已经年岁也济，照教育部规定，若毋是一个专家，无可能伫大学兼课教册。所以目前伫我家己中央大学，本宗我是长老教会的人，长老教会的一个大学，中央大学台湾研究所做客座教授，教世界宗教史。甲台湾宗教史啊，宗教非常要紧，因为宗教的用语唔是科学的语言，宗教语言，通讲是信仰语言 （languages of faith）。啊，这个信仰语言唔通用科学的头脑去甲想，想逼迫，头壳逼迫都想未通。天堂、地狱、神、涅槃，是这个莫邪轮回，这拢总是信仰语言。基督教所讲的天使，也是信仰语言。啊，这个信仰语言不是讲无路用，在这个时代足要紧，因为伊左右台湾人的意识形态，这个 ideology 足深足深。啊，所以伊有这个象征意义的啊 ，symbolic meaning。这个象征意义哪个透过人因为宗教信仰的活得足积极，活得真欢喜。但是问题就是又来了，因为伊是一个信仰语言，象征性的语言，所以咱唔通听人讲，我敢讲，你敢信？宗教的成立，伊本身就做教主，大家拢做信男信女，这袂用得。宗教信仰爱用理性去检验，伫理性检验的下面啊，咱信的比较较平安。但因为宗教所出现的地域。时间、空间拢无共款，所以伊受文化所左右。什么文化产生什么款的宗教？阿拉伯文化产生伊斯兰，就是咱所讲回教、伊斯兰教，所以真好战，真好战。伊即马即个圣战，即个 Holy War 哈，圣战，诶，即个 Terrorism 甲伊个宗教信仰有关系。啊，我呢？这几日半个月来无两遍无来伫遮做演讲，个原因就是去土耳其。啊，我毋捌到土耳其，因为用真济钱。啊，我退休个人，啊，我无遐济钱。查某囝，我不是叫我伫土耳其，啊，我钱我拉拉咧，啊，叫我着去，用超着10万块。哦，这对来讲是一个大笔收费。我一个月个费用10万块着够。啊，用上第坐伫迄辆车，伫开迄辆重工个车，以外无用啥物钱。托尼基，我看一下才知道，因为托尼基在这个圣经记录下面，新约圣经记录下面，真济所在，伫保罗传教的时代足欢迎，即马去看，看袂到迄个欢迎的痕迹，全部拢是废墟、废墟，剩迄个罗马甲希腊式的这个建筑物的条啊，这就是啥物？这是右所，当时右所25万人的城市，即马规拢乌有去，为啥物战争？战争拢奉宗教的名，奉上帝的名，奉阿拉的名，所以是不是阮东征十遍，土耳其这个小亚细亚啊，欧亚交界这个所拢变战场，刷落去，这个奥斯曼帝国啊，奥斯曼帝国过来，这中亚民族哦，迄不是希腊的民族，过来遐蹂躏一遍，遐规些拢无去，敢若像这个卡帕多西亚，就是咱所讲的加帕多加，迄山洞内底，基督徒从别开走无路，秘地。
比如孟控康嘛，啊，啊，迄要老嘞，啊，但是因的生活条件真困难，所以宗教信仰支持一个人，啊，甲支持一个文化的存在，宗教信仰左右人的价值观，左右人的意识形态，这咱爱给伊肯定。当然，无同款的宗教，都无同款的解释，对人生观、对国家观念、对政治。我讲目前我做一个基督徒的教师。我伫新南也捌服务25年，然后跳出来伫复兴大学，啊，甲这个啊，甲这个东海大学，前后拢总教册兼课，唔是专任，有差不多足足14年，啊，啊，即马伫这个台湾研究所中英大学开始的时候，我就伫遐，因为阮一个 team 做伙，嘛是已经四年啊，啊，我的责任就是教宗教史。宗教史的责任不是叫人去信某某宗教，因为宗教史是一个人文科学的一项，它是宗教的照妖镜，所以我的责任是包括各种宗教都批判，包括基督教本身，包括目前台湾的基督教有107派，不是每派都很健康，因为宗教的历史上的演变经过不同样的人，他的知识、他的背景、他的教育背景哦，啊，个知识的这个有限，我袂解说。哦，啊，即马基督教有那歪歌敢起错，哦，啊，我那基督教教的，敢那当机的讲方言，哦，讲迄款，哦，迄款人听无的话，啊，得爱变啊一个翻译，这个台湾的当机甲倒头的拢同款，啊，哦，我个叫做基督教当机，啊，会看语言看影像，我大声批评基督教，我叫做基督教法师。啊，基督教到底摸到头壳就倒到头壳烂，恁伫电视有看哟，讲这信心充满，信耶稣唔免信甲接无卫生，就倒到头壳烂。咱这样做基督徒无？哈啊！啊，信耶稣有哪台用迄个头壳去检验，对历史严格检验啊？同款啊！咱有缘爱我讲这个题目，就是要做一个引导性，一个 guidance。予咱会醒，啊，宗教会害死人哦。但是宗教依然会塑造一个人的人生的价值观。啊，刚才过去足济学生咧问我，讲吼，你做一个基督教，啊，伫新来咧教这25年足足，啊，也是牧师啦，哦，我顶咧个牧师，但是无咧牧会，拢从事宗教边。啊，恁怎解释拢啊信耶稣？嗯，啊，即款人敢会上天堂？我受这个质问来到的，我足刺激的，所以我也要读一个批判性的一个台湾史哦，要不进入本地进程啊，先来读这个啊，来做一个引论，因为我为着推广台湾话母语，我伫啊一两年前，这不是一两年前了，十年前就开始写台湾新民文故事。有百哦，有百，才有写60个。其实有一本册，你若有趣味去买，真话出版社《台湾人的姓名》写122个姓名啊，销路相当袂歹啊，你来去看啊，这是文古诗。蒋介石信耶稣，伫我的批判内底是甚物款人？所以大家听看卖咧，看安尼有理啊无理，这是一个台湾人的这个用台湾话、河洛话来写。的一个诗，为着要教保留这个正确的咱的母语啊。蒋介石，台湾人拜蒋介石，伊的兄弟家，至少台湾有21间庙有咧拜蒋介石，以后就一间姓中山福的，我无信。这个就是伫顶辉大道开钱经内面的蒋介石，帝皇帝无，迄民主国家拜一个皇帝，对台湾人足讽刺。这个是高雄。啊，林阿廖一个软堂、中德堂，吼、哦，其实是民间信仰啦。啊，光出来的游行暗时翕的，这个蒋介石叫做蒋公王爷，都是有拜我才有写。但是民间信仰咧拜蒋介石，基督徒安那看？我做一个基督教的弟兄姊，我伫遮要读给咱听，这是一个意识教育。台湾人头壳空空，想到实在真失望。数百年吼，圆作观，中国人甲咱无共款咯，圆作观，
地稿判断的错乱。国民党招罗来台，事实招罗嘛，台湾无光复，请咱记得，台湾是各一边的再占领，啊，一个抓入去，换一个陷下来，更加吵。啊，所以你看马英九所讲的无一句真呢，绿三三拢无兑现，所以这是一个唔呐乌金政党，佮一个政治金光党啊。所以国民党走来台，独裁专制人人知，佮制造皇帝崇拜，麻醉人心真厉害。蒋介石中国战败，政权共产党取代，六十万军民走路，台湾人开始叫苦。暗砍蒋介石流亡，就进行造神运动，讲伊是英明领袖，这是新皇帝崇拜用语哦。英明领袖，待在中华未曾有，有一个，咱咧读这时，大在中华，待在贤人，迄就是讲伊是神啊，啊，甲日本时代同款，昭和是神，蒋介石嘛是神。三民主义做圣经，哦，你无读袂使啊。拢读国语教吼，啊，读这三民主义，三民主义做圣经，国父遗像挂头前，中山堂拢有啦，啊，周月例会做礼拜，也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，迄是咧礼拜行为哦，哦，周月例会做礼拜，全国人民变阿呆，哦，安尼拜落到底，头壳都未醒咧，努力性都永远存在，蒋介石变新皇帝。讲伊个名就敬礼立正，哦，恁做兵个就好，伫学校讲伊个名，蒋总统立正，民主国家哪有这套啊？我咧读研究所的时，我即个研究所长，我甲叫 Doctor Napier 讲三八，吼，哦、nonsense， 讲我无相信，你叫 Amy 就好，讲叫伊个名就好，害我歹势个，就是遮哩民主哦，吼、哦，哦，所以伫台湾受教育。头壳会醒，都爱去国外读册才会醒。蒋介石变新皇帝，讲伊个名就敬礼。民族救星是黄河，节日就唱歌娱乐。啊，孙中山咪同款，我们国父什么说唱革命，啊什么大在中华，大在先人，节日都爱唱唱这啊。国民党员是信徒，忠诚洗脑第一步。甘心做东井糟糕，一切敌权因的包。我台湾人实在拢袂醒呢，六十六年啊哦，因总统伫台湾还阁继续，五度的选举，三个是中国人，两个是台湾人。我真无客气批评，哦，啊，所以这是一个事实，袂醒，努力性袂醒，我实想拢无。问题是啥物？有钱给你就好啦，啊，这是努力做法嘛。哦，努力生活安定就好，有钱通赚就好，做一个工头就好。哦，这拢无咧管，民族的命运拢无咧管，所以一切得管因得包。你若要做校长，还是要做要竞选什么议员？哦，还是这个议会议长，若要国民党员免谈啦。所以一切得管因得包，保护政权用戒严，三十八年长时间，白色恐怖无人管。家破人亡，政治犯，吼、哦，迄才是袂好袂滴哈。1975是转机，独裁者蒋介石死，这个神还死啦，啊，阮所拜上帝袂死，已经死翘翘啊。独裁者蒋介石死，伊个棺木藏朱湖，有台无？无，毋愿落葬台湾土，啊，就耕长伊就好啊。住咱台湾要种啥物？台湾土哪有台？台湾人有哪真见笑？甲即卖还无台哦，台湾人实悲哀，独裁者罗亚唔知，罗亚就是 slavery， 哦，互人罗亚唔知。曾经介绍做神拜，蒋公王爷安尼来，我拄只互恁看是先，蒋公王爷哦，足大哦，民族国家要有啥物王爷啊？啊，那其实是叫你总统的已经不得了啊！哦，蒋公王爷安尼来，高雄市有中德堂。拜蒋介石做杨公，这头壳歹啊！啊，元帅打扮穿古装，中国大陆要反攻，有等伊无？无。电费大刀开青江，有中正祖在其中。我甲问啊，问苗族啊，这边啊，地方对皇帝无，这边啊称呼，伊唔敢讲是皇帝啦，伊讲是中正祖哦，中正祖啊。啊，地方对无也保剑，
装作帝王无尊严，民主国家要咧变佚佗。哦，你若有趣味去看，要我为定位台刀淡水分车有一间叫做丁吼，迄、哦那个做溪青宫，挖入去正面挖入去，内面一身中正座。蒋介石历史定位，学者讲法有关位，伊是二二八元凶。哦，阮妹妹伫台南咧教册，国史馆的馆长张炎宪、李晓峰，伊是二八元凶。哦，二八是蒋介石引起的。哦，伊所制作的拜伊做神不平常，头壳台湾人头壳歹啊。蒋介石甲宋美龄自称基督徒真名，讲伊是基督徒。啊，有影因丈人是牧师哦，卫理公会吼，即 Methodist Church 的牧师哦，自称基督徒真名，生前作恶杀人狂，兼有可能上天堂。哦，这是我的质问。咱知影二十世纪全世界有五个杀人魔王，第一个 Stalin 7000多万的人死在伊的手中，第二个毛泽东5000多万。第三个蒋介石呢，2700多万；第四个希特勒1300多万。当然，第五个是伫坎伯贾，柬埔寨啊，那像迄个破布政权还是啥物啊？啊对，啊这个迄、那个正确数字我唔知。啊，红列入伫历史上的杀人魔王，讲的上天堂，伊来去，我当方远，唔那唔敢去，也不爱去。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哈。啊，咱在座若有基督徒，恁好好去思考看卖。啊，这款耶稣的信徒，上帝摇头就做，做神要甲上帝平，耶稣兼会容允伊啊。啊，这是批判性的讲法。事实伊是罗兰神啊，台湾有足济诶大家乐吼，啊明白救袂着，啊就互斩头剁脚剁手拍做兵，吼、哦、台北市有够济。拢伫个绿桥卡，无人要顶黑龙江市哦，所以伫台湾做人有哪真歹做啊、哦？但是做神更加歹做，你若袂满足台湾人诶，这个诶欲望啊，啊你就该死，一边原谅伊，第二边就掠来剁脚剁手，搁破做兵，对神足无礼貌哦。所以做神伫遮真歹做，这就是罗列性嘛啊、哦。所以事实伊是罗兰神啊，客死台湾气所尽啊啦。民间无地去敬拜，真正台湾人悲哀。哦，这是我对蒋介石的定位啦，哈、哦。后来，咱来进入本题，啊、哦，因为我只有点半钟的时间，要存1:10，咱来看这篇文章。时间到，啊，咱就你若有趣味这个文章，啊，请咱家己啊去讨这个 copy 啊。后来，啊，我的题目叫做唔是基督教啦，吼，现代人甲宗教，现代人甲宗教。啊，这是伫20几年前写的，后来又再修改啊，修改为着学生，大学生写的。后来咱来看哈、啊，咱来看本文，来请用本文。伫今仔日这个科技创新的进步时代来讨论宗教哦 ，religions， 真侪宗教的问题，恐怕有人会感觉无知、愚蠢、可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宗教伫现代人的心目中。总认为是一种过时的 superstition 迷信啊，迷信，也是自我得罪的对象。足侪知识分子安尼是想哦。近代西方思想家，伊就努力要将宗教对人间来个解读，将坐不住上帝这个 God 甲抹杀。德国哲学家尼采，你若看见伊文章就知影，就宣布上帝死亡的论调，也即讲上帝的死亡是超人啊，这 Superman 出现的事件。啊，马克思有受伊影响啦，哈！德国政治经济学家马克思，即卡马克思也认为讲宗教是人民的鸦片，麻醉剂是资本家麻醉劳动者的工具。啊，来个继续。那你讲上帝甲宗教拢是过时的古董啦，现代人的确加以排拒。其实现代人嫉妒宗教，抬起上帝，结果只有将信仰转移到世俗的类似宗教顶面。这个跨级的这种类似宗教是一个很出名的神学也是哲学家叫做 Paul Tillich 啊，有许多人别开走去美国做教授啊，伊的用语类似宗教、世俗宗教啊，也就是去相信一挂主义式 ism 啊的信仰对象。
相信一个意识形态，将意识形态绝对化，三民主义也意识来个绝对化，也是同款这种跨级的理论。像讲哲学的人文主义、实存主义、政治上的国家主义、甲法西斯主义、甲纳粹主义啊、纳粹主义、德国的列粹主义，以及啊共产主义。即马共产主义统治世界，啊上强的有两个国家，中国啊甲即个北韩，哦真可怜。啊，人民哦，家家像插头共款啊，安尼拢无家己的思想特权。我即个讲，就是用思想家甲领袖一类的人物来代替上帝地位，用各个方法甲政治制度来取代宗教的功能。但是问题来了，在主义是即个 ism 的信仰，敢真正会当成做人类精神生活最后依归吗？答案绝对是否定，无可能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现代人接触宗教。真骄傲，真自负，将上帝杀死的结果，伊的精神生活都找袂到绝对的依归，伊的心灵对安尼变得真空虚无助。人类必定甲自主有别，人永远袂当取代上帝，就是咱所信仰迄个绝对价值，那个叫做上帝啊。为着是人类的性命有伊的极限，坐不住上帝是无限的存在者，是宗教人的信仰对象。即独裁者、自认做神的人，拢大家都死翘翘啊！上帝拢永远袂死。共产主义一句讥讽宗教是人民鸦片啊、麻醉品啊的话啊，因为安尼将上帝置之死地，结果取代上帝角色，就是一群独裁统治者，列宁、斯大林、毛泽东、蒋介石、金日成等人啊，即嘛金正日，也注意些个类似宗教，跨级的理论，反正叫做真正麻醉人民的鸦片。我伫香港中文大学的时候，有读到一个中国。这个圣公的主教叫做 Bishop 丁光训，丁光训，哦，伊足大胆，伫迄个百花齐鸣、百鸟齐放的时代，写一篇文章批评共产党，讲这个人用掠去枪杀，佫无啦，共产党反家利用。伊讲恁共产党讲宗教的教训是人民的鸦片，啊，恁的 Marxism 吼，安尼对苏联哈，1917年开始实验到呾，哦，已经1950年啊。啊，人民拢袂翻身，啊，所以宗教那是鸦片，啊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，的类似宗教是魔鬼，比宗教更加毒的物件。我讲哦，这个人吼，是足厉害，啊，有影，三民主义那是魔鬼啦，啊，宗教那是鸦片，伊是魔鬼，哦，比宗教更加毒的物件，啊，做一个注解。历史教是人讲，相信独裁人物比相信看袂到的上帝更加可怕。因为人性本来就有弱点，容易支配同类。哦，迄同胞、台式同胞比日本人咧管台湾人，迄是更加侪。二八事件以后，白色恐怖枪杀人，日本人管理50年都无遐侪人咧。啊，中国人来管台湾人就是安尼生，啊，佫足袂见笑，讲血浓于水，咱是伊个同胞，笑死人，加袂衰啊，做中国人。哦，所以咱有即款会主角角。但是精神上帝未消失，人尽管怎样给谋杀，上帝嘛要搁永远活未死，咧通古历史啊。来，但是遐个和心怀共产主义个三民主义独裁者，通通死光光，而且相信政治个类似宗教，嘛比相信一般个一宗教搁较危险。这意识形态有时间性个咧。哦，三民主义100年前的用力，100年后今天拢未用力啦。共产主义嘛，已经过时啊嘛，因也未改，啊、哦、啊，所以各位啊，因为人性良知既然和主义式的信仰所麻醉，主义伫上帝顶面嘛，自然就失了是非的批判能力。信奉共产主义的苏联、中国、北韩如此，信奉三民主义威权时代台湾嘛同款。安尼讲起来，现代人要追求人性的进化。的确需要选择一种健康的宗教信仰。那是安尼，什么款的宗教相当适合现代人的需求呢？下面要提出几项啊，台湾社会流传的宗教来分析讨论。在这个进程，我要讲我的经验。啊，然后有一个时间，请咱老先生来念一个皇帝铁骨嘞。我今年已经74岁，受日本教育3年，幼稚园读1年，伫北雅丁。幼稚园，今仔日个诶，即个盐埕教个幼稚园，国小是高雄市和平国小，日本时代叫做一岛式
国国民学校。我咧读国小的时阵，一个足大的印象，足什么印象？就是每拜一透早升旗的时阵啊，都爱伫迄个操场，校长先生甲教即、這个教务主任嘛、啊，穿礼服哦，短刀文官短刀，蓬红的铁骨，好一个盘的擦起足水的。啊，阮五师啊，伊在五当吼，啊，师级的最敬礼哦，九十度的敬礼，五当拜什么人？拜昭和天皇啦、啊，啊，拜了后，吼、哦，这个教导主任就捧迄个红的铁骨，和校长先生读呢，五当兵啊，五当兵安尼代表，迄落阿来读，哦，进阿摩尼，我甲咳嗽咳嗽，来请咱老先生来念一个，念一个就好，哦，我刚才要一句伊。规个拢念了了，日本时代就念皇帝铁骨，念予咱听看卖，这是历史哦，历史哦。啊，这个近五万年，我伫这个政治下，我生活十九年呀。过了十九年呀，所以唱日本的国歌啦，啊，这个真奥妙呢哦，不但干那要念嘛，啊，也要写，写唔到，字字唔到，欠字，字字难唔到，佫欠字，起码嘛要拢要会记呀，啊，我起码对头啊念好慢的吼，真奥妙呢，我个咳嗽咳嗽，国を始めること。公園に徳を達すること信仰なり、我が臣民よく中によく公に、お口を心をいずにして、よよその身をなせるはこれ我が国体の成果にして、教育の延元また実にここに存す。何時臣民不謀に公に敬帝に言うに夫婦愛わし、法有愛心時、教権己を自し、学を治め、行を習い、もって知能を啓発し、特技を用意し、住んで公益を広め、政務を開き、すでに国権を重じ、国王に従い、一旦環境あれば流行に報じ、もって天上不及の不欲すべし、我が国の軍隊は要天皇の統率し賜るところにぞある。昔神武天皇、自ら大乙女の物の目のつわものを引き、この国に暮らせ賜ることなかりき。一つ、軍人は忠節を尽くすを本文とすべし。一つ、軍人は武勇を尊ぶべし。一つ、軍人は礼儀を正しくすべし。一つ軍人は真偽を重んずべし、一つ軍人は質素を胸とすべし。以上、感謝、講義、謝謝。多謝多謝。在念的時候，我來敬禮哦，最敬禮，站到直直直。啊，啊，若小可歪一下，肩頭殼同款。啊，但是換一個朝代了後。我嘛感觉足奇怪，讲啊，都唔免安尼西街咧一遍，哦，啊，即马安尼换一个所谓中华民国走落来台了后，阮的教育嘛是同款，即马唔是伫操场啦，是伫中山堂啦，啊，中山堂，啊，阮西街咧一遍吼，即马嗯，国父孙中山即个自称做基督徒的，哦，啊，因为是基督徒啊，但是真风流啦，你看伊历史，吼，几大啊，真风流，但五爷以上。哦，阮是惊一个咧，即马惊三个咧，一职工、再职工、阁三职工，刷落去要校长训话进前，嘛着念皇帝铁骨呢，进就是皇帝祖先啦哈。即马念啥物？以自立国民革命，凡四十年，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，毋是为台湾的自由平等哦。恁听好，我毋免阁念啊。啊，然后念了，皇即个校长先生。啊，个氛围，即款个经验大家拢有，但是阮日本时代吼，你念了入去教室，第一画口号，有得人类路提起袂下哦。啊，即卖训练了，第一画啥物？
哦，反攻大陆成功，就拥护总统蒋介石的话真呢，赶快嘛，赶快嘛。啊，所以安尼来搞的，学生的头壳就歹呀，刷落去更加力。这个类似宗教吼，台湾国民党甲咱讲，宗教甲政治分开，无影无假，迄种骗骗骗。为什么？明目张张胆吼，是用这套政治宗教甲咱把持，安尼无够假，搁用孔子。你知影台湾所谓孔子庙，差不多二十间，二十五县市有二十间的孔子庙，拢总是咧麻醉教育的国民党的工具。因为现在孔子庙拢用仪器，拢用器的，利用教师节九月二八，底下咧祭孔子。台湾人结果是牛哦，台地都用，伊用牛哦，牛羊猪来拜孔子，佮跳迄个皇帝式的八义舞。这种教育来教的，敢有影会民主？而且上可恶的，国民党佮宗教是结合无，佮儒教结合，用咱的税金医治一个大成至圣先师洪世官孔德成。我头也唔知讲伊领的吼是部长级的薪水，唔是呢，院长呢，五院院长的薪水后车，啊，后伊的随从，即马要一起哦，这控制。用告诉这控制，这套的教条就是放在学校的四字礼仪廉耻，啊，甲咱常常听见的八德：忠孝仁爱、信义和平。这拢儒家利用孔子的一种政治式的教育，所以天才的台湾囡仔，和这套教育教来教的，拢变阿斗，变草包。民主国家有在讲忠，民主国家的忠是公务员、军人忠于人民哦，不是忠于政府，忠于人民、忠于土地、忠于国家。但是忠哦，这 loyal 这是极权政治时代、封建帝制时代的物件。民主国家是在讲责任啦，讲 responsibility， 责任政府、责任公民啊，爱用安尼在甲咱麻醉。啊，礼仪廉耻哪教会好吼？学校拢有，拢挂礼仪廉耻足大字的。那会好吼，六十年来，你还个囡仔走路拢八字卡。查甫是 gentleman 君主，啊，查某拢 ladies 拢女士。这种唔是啊，咱所看的台湾社会无礼仪廉耻啊。啊，上无礼仪廉耻的就是国民党嘅党官啊，无礼、无义、无廉、无耻，竞选举拢摕钱啊去买票。无体嘛，无体，干那礼仪廉那点啊，阿妈无礼，妈无义，妈不廉。啊，所以这是一个事实。台湾有国家宗教哦，你唔知道有觉醒阿无？我这读宗教书的人，一日就惹出来。所以我伫阿扁啊做总统的时代写一篇文章，国家儒教可以休矣啊，唔通搁再安尼变啊啦，唔通搁再教台湾人做孔子啊啦。孔子足冤枉的，孔子的伟大，乎你这个政治污染来到底。孔子讲有那满面全全豆花，所以这是一个问题。我唔是讲孔子的思想无好，伊的道德伦理教训，2600年前有路用啦，老到今仔日一撮都无路用。所以这点吼，请咱会记得 ，out of date， 都要重新诠释。那无这款的道德伦理已经无路用啊。已经不论，咱爱怎一行，啊，政治要咧用，就是叫咱在永远做乖乖飘的顺民啦，唔通惊一街头抗争啦。政府安那甲你糟蹋，你点点啦，混命不外天，混命不怨天啦，哦，啊，就爱息事务啦，啊，那无你就该死啦，哦，啊，公务员就未升官，啊，较高怪就甲你革职。后来咱阁继续，哦，这是一个广告界顺哦，顺耍一个。予咱做参考，台湾伫国民党执政的下面有国家宗教哦，就是祭孔子迄个国家儒教。所以伊若咧甲咱讲政教分开，无影无假啦，哦，逐项都要利用，连民间信仰嘛咧利用。政治人物若看到庙，绝对去拜拜。来，咱大声来检验台湾民间信仰 ，Taiwanese folk beliefs。
后来这是伊学名，这个信仰复苏的原因，就是伊足侪崇拜群，妈祖崇拜群、大德公崇拜群、太子爷崇拜群、王母娘娘崇拜群，吼、哦、啊，丘伯吼啊，这是不崇拜崇拜群，所以英文的这个 beliefs 要复苏，就是这个原因啊、哦。后来台湾民间信仰一种甲儒教、道教、佛教关系密不可分的传统宗教现象。究其本质，大半拢是原始宗教类型的泛灵崇拜。我讲的这个原始宗教类型，就是今仔日台湾咱的电视透早起来，啊，咱的这个腊日，就是这个日子透早起来，底下拢有一挂宗教公式，写讲今仔日鱼会当做甚物做甚物，鸡袂使做甚物做甚物。我唔忙要做新台湾人，的咱大家唔当相信这套的。那是古早人的发明，那是农民力的东西，现代人要在信这套古早的宗教公式，他有可能会出头天啦。每日若要透风落雨，每日也好日、哦、你若要做时间的主人，就不能信这套啦、哦、那不过是一个古早人的宗教公式。所以台湾人若在信这套的人，我把它叫做摩登原始人啦、哦哦、生活很现代，头壳很原始的，所以这是一个原始宗教的类型的泛灵崇拜，比如讲信仰鬼神、祖先，哦，依赖啊占卜、符咒、甲当机法师的驱邪治病，以及灵媒吼，这个 Spirit Medium 红衣的看望文书。我坦白甲恁讲，我徛伫这个宗教史读册人的立场，迄套我拢足清楚，原始宗教拢有啦。台湾民间信仰停留伫这个阶段，哦，这是一个真大的问题。哦，比如讲，信仰鬼神、祖先，这就是哈、啊。信徒深具迷信禁忌的心理，因为安尼无私必问神突破，才敢进行，所以从骗财骗色，就是对这来。寺庙巡礼甲碎石祭奠，到处相当风行。人人敬神的目的只有一项：求平安、添福寿。一个伟大宗教吼，唔、哦、是宗教信仰帮助人求平安、添福寿。是叫咱靠得起啦，叫咱靠得起。所以我做一个宗教史的研究者，我甲咱讲，靠得起的宗教只有三个。第一个，犹太教，哦，犹太人就是靠得起啊。蒙古2600年才有可能，伫1948年巴勒斯坦复国，唔惊死，留足济血。第二个，基督教，基督教那唔惊死哦，哦，基督教相信讲生死相安。哦，耶稣甲咱讲一句话啊，老人要对我，靠伊去过来，就日日咯，日日靠伊去，日日压力的时日过来对我。既然疼惜生命的，要失了生命；既然为了真理牺牲生命的，要得着生命。人来这全世界，丧失伊肉体的生命，有啥物意思啦？哦，这圣经的话哦。所以严格来讲，基督徒是唔惊死。第三个就是伊斯兰教，拢一神论的，因为伊对民族同胞负责，因为伊的命运观是集体性的。东方宗教的命运观是个人性的，修行，哦，修行，个人的求平安条目修。你若讲个人求平安条目修，何法这个民族出头天，大家人拢去求？唔是嘛？个人的，宿命、算命也是个人的。但是人一心的宗教是集体性的哦，要好大家好。所以我有一个理念，不是教我先讲，我若看见。我的长辈就是我的兄哥，哦，就咱这位，哦，咱的迄、那个，就是我的兄哥。看见跟我边这会兄弟姊妹，看见我的下辈，像我的囝儿，看见更加少年的，就是我的孙啊，哦，的孙啊。大家闹这个生命共同体，神是天父，人类拢兄弟姊妹，你敢敢做歹？你要黑一个公啊，更加是涂骹，嘛想讲，这个公啊，我黑伫涂骹。有人会去学习阿未？会想这个问题，为着别人来想。这个亚洲的这个多神论的宗教，都是无这款，插插你也无人看就好啊！啊，我黑乎你看，伊无这个生命共同体，无这个地球村这个 global village 的理念，所以一个人的行为有哪个宗教信仰有关系啊？有关系哦，这是做一个例，真可惜，台湾的民间信仰有这款的缺点。就新冠来讲，台湾民间信仰是十足的多神崇拜 （polytheism）。天公是人人所敬拜的至高神，因为人是天生地养嘛，
生死祸福以及姻缘，拢嘛是天注定。吼、哦，姻缘都天注定，毋是每个人较敖行。有囝有囝命，毋是。有囝有囝命吼，这个无囝天注定。天我甲你讲，天无遐残忍。无囝就去找医生啦，去妇产科检查，看是查甫出问题，还是查某出问题。这是宿命论的俗语啦。今仔日无囝要有囝，真简单啦、啊，只要你的子宫也好。你的卵巢甲精虫无够，照别人个甲注落去，一遍无成功，两遍无成功，第三遍看要生两个嘛有可能。所以有囝毋是有囝命啦，无囝医生甲你注定。哦，所以人个角色最要紧嘞，哦，最要紧嘞。啊，人有即款嘞吼，生死祸福天注定无影啦。哦，经国家的经济问题，国家的失业问题，毋是咱个命底问题啦，请咱毋通去算命算命啦。是财政部长的问题啦，是经济部长的问题啦。你的命底，予你偌好，年长偌高，人中偌长，啊，长岁寿。你若活伫一个无国之民的国家，予你偌好命，这本太阳票的这个护照摕出来，都拢满面全豆花啦。因为你毋是国家啊，你嘛是歹命人一个啦。哦，是毋是安尼？若要想到遮吼，咱头壳就醒。命运的问题是政治问题啦，不是个人命底问题啦。台湾人无法度啦，安尼先想。后来土地公是生产五谷，兴旺六畜，享受财富，甚至看守王地的万能神奇吼。土地公甲人真有感情。台湾的土地公甲土地婆比台湾的人口较侪，恁要相信无？我算予恁听。咱所住的厝有土地公。至少一个拜无算，地基主，咱要起厝进前就破土，把迄块土地的土神、土地公借土地，起厝起了爱拜地基主。地基主是迄块地所住的地的土地公的别名，有土地公的确一个土地婆啊，两个啊，啊，说落去，咱若做生意，都爱初二十六拜土地公的门口。我经主至少两个啊，啊，做事的参头参尾的土地公，横头横尾的土地公，哦，啊，每一间台湾的庙，看偌济庙，几啊万间，哈，嘛爱有一间土地公，啊，啊，土地公分阶级无，皇帝级的庙，的土地公是建主公，一地暗棍无的哦，恁去研究看有影无？啊，那是小所在土地公，迄弯月无哪定啦，啊，迄庙宇吼。门开哪济，伊个新建哪悬，五个门个是帝王级，至少王爷是三个门。啊，一个门个土地公庙啊，迄细细，但是有土地公就有土地婆。每一个门哦，哪有土地公？哈，各一个门就有土地公，叫做火土。这个火土个名唔对去，是保护个火啦，唔是王火个火。王火个火，那照因迄国个文化吼，哦，皇天配火土，迄是偌大嘞呢？诶，比天更加大迄个火土呢？啊，因为这个以讹传讹了哈，迄、那个文字上会错误，煞保护的煞变成王后的后，所以每一个王，每一个王不是王帝哦，都有一身土地公，王的边啊，有土地公，有土地婆。台湾有偌济王帝，有偌济王啊？安尼暗来测去算算的哈，土地公、土地婆的人口比台湾人口较济，超过2300万。唔然呢？台湾人咧拜土地公足功夫，第一遍拜土地公，古历个二月初二叫做头月啦。因为甲咱的这个生活有密切关系，一年拜一遍，甲咱袂记哩，咱就无法度当趁钱。所以半个月爱拜一遍，二月初二拜，二月十六再拜，三月初二拜，三月十六拜，拜到一年最后一遍的拜土地公叫做未月，十二月十六，啊，咱知影啦吼。所以这个神格水格。哦、不过我跟恁讲啦，咱卖有一款的迷信，专门讲台湾人哦靠土地吃饭啦，哦，伊甲土地足密切的关系，安就好，哦，安较健康。所以土地公，达人都喜爱。啊，妈祖婆是一个救苦救难的圣母，甲海神。我跟恁讲，台湾的妈祖甲中国妈祖无同哦，中国妈祖是天妃那点。哦，我呢1920世纪70年代伫中文大学的是第一遍。啊、哦，就是去看庙，去看香港的庙，所住的庙啊，不是黄河庙呢，
迄是灰灰哦，凉凉凉凉，就是皇帝灰的帽啊。这是即马中国的这个湄洲，迄、那个开基祖庙，迄、那个身那是地皇后的帽啊，那是颜清飘假敖提新台币去共起去共装的啦。啊，所以因为台湾的妈祖是因为西龙的关系，受清光去贴皇座、天上圣母，甲变皇后呢。所以中国妈祖是保护中国共产党制造飞弹弄台湾海峡啊，迄、那个妈祖。啊，台湾妈祖是保护台湾人独立建国的妈祖，那安尼咱来认同，就较平安。所以唔通去进香的，哈，即咱来会记得啊。变变一尊妈祖，甲咱同款，土地、人民、法律、甲社会价值观拢无同啊。所以妈祖无是这个。救苦救难的先不改善，现在没有了。现在台湾人很会发明，他没在台湾海峡救苦救难，西雷妈祖庙、邦桥妈祖庙的千里眼神龙呢，手捧两粒足大粒的金元宝，因为妈祖太闲啊，没在台湾海峡在无闲啊，帮咱人赚钱，所以手提金元宝，月牌厂、月牌宝拢无呀。唔相信恁去看有影啊无？我报恁去看，因为我拢有翕相做记录，啊，西丽都有啊，啊，后来，那大德公就伊跟妈祖无恋爱过以前，伊的恋爱故事我唔免讲啊，因为无时间。伫民间的香火鼎盛，王爷好，王爷百鬼神，360种，啊，王爷即类跟海洋有关的大天孙秀，迄是四方的文神。在今天也变成香火鼎盛的万年神格，并且已经固定带下来，台湾是报道不走啊。王爷这是一个高级礼贵哦，是幽魂哦，是 wandering ghost 哦。但是因为台湾是一个报道，伊怎唔带来怎唔走，当即发起来讲，我要带遮，我流浪足艰苦的，我要带报道，就甲起王爷庙啊，吼啊，所以并且已经固定带下来，无过是幽官假官，幽富假富。诶，幽魂的心类，哦，虽望这个用句真简单，内面拢有文章，哦，咱来去做研究就知影。后来个过，功德尊龙、清水祖师、灵安尊龙、宝义尊龙、甲宝义大夫这一对，哦，地后的修学神是泉州籍人士的修学神。我讲到这，先做一个注解。台湾人的未团结，甲多神信仰有关的，泉州拜泉州神。啊，客人拜客人神，漳州拜漳州神，哦，活动拜活动的神。来台湾拢出外人啊，啊咧开垦的时阵发生水的纠纷，哦，产水的纠纷，发生民族甲民族的纠纷，都冤家相台，所以逐间古庙拢有这款分类海盗的这个行为，真可笑。所以互人警惕讲，台湾人放尿敲沙袂做伙，自私嘛，自私嘛。大家若有讲有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，什么人的囡仔敖，哎呀，台湾人的阳光哦，啊，什么人的囡仔真出着啊，台湾人的阳光，生命共同体嘛，唔通讲我敖，我上敖，恁上憨蛮，这个唔对。台湾社会若要好，唔忙大家拢总敖，所以唔忙恁中间所有人，恁人看见家己哦，连咱这个老兄弟一生的经验，对咱做咱的经验，恁拢足宝贝。哦，这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力量。啊，台湾人，大家人拢真敖，台湾的福气嘛，台湾社会福气嘛。哦，好，后来还阁有嘞。所以这个分类，族群分类信用真无健康。开漳圣王甲三山国王是分别守护漳州人，不咧守护泉州人嘞，甲客人守护神。通俗不教的观音菩萨是福禄甲儿童的圣母，所以有一称这个上主观音。地藏王菩萨又阁是地界的救主哦，所以民间信仰相爱就是这两个神明。一个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，一个度世的地藏王菩萨，所以大家总骨头拢一定拜地藏王是伫遮。关公互人奉为商业的修士，伊讲信仰嘛，互文人奉为武神文主，文主公这是鸾灯的称呼。梵谷伏羲女娲神农大帝东王公西王母，这是古代神的角色，历史上根本就无这款人，民间嘛甲变作大神。国民党为着要麻醉台湾人的头壳，伫因的国际歌，哦，炎黄四座
东亚称雄。拜托你，咱不是身为人物的后裔呢？炎帝就是神龙大帝，黄就是黄帝。你若看道宗，你就知道那是怪物呢，那是身为角色那种怪物呢。哦，神龙炎帝是牛多田有发角，啊，黄帝呢，伊的头壳高尾蛇。哦，这款人做咱的祖先哦，头壳歹呀，那是怪物呢，怪物。道宗是安尼先描写，啊，所以。国民党那像日本时代军国主义主义同款，用迄个无的物件发明一个天照大神，就是昭和天皇因迄个的祖先。拜托嘞，天照大神这个女性的太阳神，那用伊身为人物甲历史化做祖先，头壳歹啊！迄种无影无假，但是入去伫这个教科书内底，哦，啊，所以吼、哦、真惨，要甲咱麻醉，哦，啊，甲咱安尼。安尼，唔是干那矮化呢？迄足深的中毒，哦，这是无影的哦，这无存在的物件哦。什么神龙啦、女娲啦，哦，女娲连五色照普天，伏羲、女娲啊，这是华人的阿东夏娃、东王公、西王母，这嘛无影啊。在古代神的角色，民间嘛个变作神，个历史化都变神嘛。古典小说《西游记》里面迄只高齐天，吼吼，孙悟空也是神，什么人的神？跋筊人的守护神。为什么把他当作跋筊的守护神？因为伊会晓七十二变。跋筊这款物件是足歹哦。啊，跋筊赢的人欢喜，输的人安尼某也走去啊，囝也七三六撇哦。所以高齐天那是真正啊，这个小说角色那真正跋筊人的守护神。警察拜托嘞，去抓高齐天，抓去关魂。哦、啊，这是乌头的头啊，害死人。唔通甲他处理只跋筊就好，一身来掠大仙啦，要搁一身的，我伫只无笑落去。猪八戒，我猪八戒，我内面嘛有猪八戒啊，哈，嘛有猪八戒装扮。即卖猪八戒刻啊吼，刻啊是，这是暴露台湾人的这个社会道德的沦陷啦。以前猪八戒也是猪个白啊，第一点佛字无，佛，吼，这对佛教是一个足大的讽刺。人都去皈依佛啦，去西天取经啊！啊，你甲变这套，拢特殊行业，几如何修学神啊？啊，即马乞家什么？乞家抱一个无穿衫、无穿裤的小姐，我这本都有啦，吼、啊！啊，有翕翕的相，互恁看，我、啊、唔是我别讲的。古早时代老仓咧拜猪八戒，早暗香三条香叶啊起来，得安尼先念哦。猪八戒唔敢叫猪八戒，叫做修修呀，所谓的所啦，哈、啊。修修牙，修修牙，脚翘翘，面焦焦，宝贝大滴来进条，来空空去空空，腰肚骨啊崩，因为呢，地钱就是腰肚嘛。暗路敢行，到背唔免惊，爸母咪唔通听，无惊，家讲的就食拍拼。啊，咱这位老兄搁捌听的无？啊，应该有啦哈。啊，台南市就是有这款的咒语，即摆要咧拜哦，我调去买一身送给辅仁大学，因为我伫遐兼课。或者心胸定力观送伊，啊，也一支米糕饼啊，啊一身蒲小姐的送予国史馆、台湾文献馆，迄个刘洪松、刘洪雄、金珠的翁弟啊做馆长。我讲恁吼欠一身啦，我送你啦，啊，送你啦，吼、啊，恁的心胸比我所收的较歹，一身送你，送六身去安尼。啊，所以，吼，感谢一身猪八戒，所以这猪八戒安尼念互恁听。今仔日要来拜，所以警察也要注意黄色的吼，第八届有那掠大仙啦，啊，掠大仙。其实两个拢冤枉的啦，人去西天取经对中山宗啊，那有咧变这套，那是利欲熏心的台湾人乌未来的结果。后来还阁有咧吼，台湾的龙川到处可见有人讲万神爷、大将爷、移民爷，这是亡灵甲高骨崇拜，种类。足济大舅公、甲石头公，到处拢互人拜。有王庙庙所在，拢有东西南北个仰头庙啊。其中上大的一个，就是太祖爷啦，中大关是太祖爷。伊踮伫王爷庙内底，因为伊是贴身侍卫 （bodyguard）， 永远是中大关是。我讲即马吼，高雄市有一个大发明啦。迄谢文辉孙吼，将太祖爷甲改敌武装，互伊变作民俗活动个一个角色。三太子的这个跳舞，佮骑 scooter 才是厉害，哈、啊！改敌，我这个太子爷吼，
我看这是一个创意啦哈。将来台湾的这个迷信啦，变成一种民俗活动吼，台湾人才会出头天啦，甲解除伊的这个魔障的武装，吼、哦，唔是咧驱邪，呢邪是人生出来嘛，啊，上邪的就是人啦，啊，人做鬼是比真正的鬼搁较厉害啊，啊，所以解除武装会变做迄、那、落、個，我讲基督教嘛是同款，我对宗教师甲知影讲，恁知影迄个三塔克罗斯安那来无？圣诞老公公，有人讲是芬兰啊，诶，老公公哦，啊，驶落车伫空中咧飞，无影无只，迄是西方的立丁民族的一个福神啦。啊，这个福神叫做马，叫做啊，即 Mithraism 啊，光明神的化身。啊，这个 Mithra， 伊的生日就是12月25，所以耶稣唔是真正。12月25来出世的，全世界圣诞节，今天耶稣的日有三个啦，三个不同款的日。阿美尼亚一个东方正统教会1月7日耶稣的生日，一个1月22的款，哦，迄种发明的啦，啊，啊，原来为什么用伊来做耶稣的生日呢？因为基督教在公元第四世纪，荷兰做国家宗教了后，这个 Constantine the Great， 哦，先前做国教了后，忽然间。国民因为受教育的程度真低，因若无一个精神依归，伊毋知要安怎经营人生啦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当时教会看伊讲，安尼好啦，无甲转移啦，转移。哦，伫圣诞节中间无用节日，哦，啊，就大家拢做老者，咧调调都袂变啦。哦，啊，无用节日来做耶稣的生日啦。啊，迄、那个 Mithra 啊，即、這个光明神，甲当作圣诞老公公，甲解除武装啦。会做一个圣诞的记号啦，啊，无你想看卖咧？我原来我那唔知啊，是读宗教书，甲恍然大悟啦。一身老公公，白头毛，白嘴手，啊，遮大苦，食甲遮大苦，啊，盼一个礼面的袋啊，啊，遮大个，啊，这个高怪人哦，佮唔是对门入去找你哦，伊送礼面是对恩堂人哦，恩堂大家都咧有火咧倒哦，恩堂讲西阿康啊。这个大口袋的三塔克罗斯会软烟筒入去送礼物，除非神以外是无可能啦，佮烧袂死。哦，恁有想这个问题啊无？迄就是立定民族的福神啦，福神，因为善乡人拢期待这个神啦，伫伊生日的进前，哦，啊来送礼物给囡仔，啊送礼物的囡仔，礼物要放到底，放伫袜啊，因为真寒嘛，放伫袜啊空，落的。所以基督教嘛是接受一挂异教的物件，啊，甲解除迄个迷信的武装，就变作基督教的民俗活动啊。圣诞树的嘛是同款，原来是咧是不崇拜，甲变作圣诞挂圣诞树的记号。哦，你来研究宗教史，这些问题都拢出来。所以世界无一个宗教是独创的啦，拢互相文化混合的啦。所以有一日，即马太子也已经变啊，变作伫国际上在跳舞。拢无伫王爷庙咧报复王爷啦，咧宣传台湾人的文化，袂歹咧，解除武装哈。来，还阁有咧，有神王庙所在，就一定有文盘、武盘、鸡爷、锁爷、牛爷、马爷、七爷、八爷，日游神、夜游神、十四司官、三六官将，甲72地煞。吼、哦，神王庙有分作多户州官，是一间地方的法院啦，啊，法院，啊这。警察无办法哦，啊，法院无办法，拢伊咧管，所以从冤枉台吼，法官判唔对去，神风庙暂加就抓，就是这个原因啊。啊，所以这是警察甲司法官的性格，伊警备的形象像司法行政部、各级法院甲地方的警察局。所以咱啊对台湾的人所信的神有一款的了解，就该解除迷信啊啦，啊，这款的文化来用就用，啊啦，袂用就啊做一个记号就好啊。我来过来。大家民间拢设置有公妈牌来崇拜祖先，对你家臣、地基主、甲城堡嘛唔敢疏忽啦。民间毕业也拢有家己的守护神，像讲惊阵的人拜北极先天上帝、甲水仙尊龙、五谷仙啊，多灾劫吼，太低太牛的人拜上帝公、先天上帝，南管北管的有时拜西晋王爷、唐明皇、甲殿多元帅。妇女若要求囝，拜祝生娘娘、回公回婆，就是灾回换道的神啦。啊，求女的来拜七娘妈，每逢众神生日，嘛
必须要和上帝的心里给他祝寿哦，个 Happy Birthday， 大大拜拜一番。七牛妈哈，我讲即个新闻记者爱来上我的课，头壳开始醒。农历七月唔是拢总归天下啦，农历七月至少有足侪真浪漫的个哈，这个是真浪漫的个节日，就是七月七日七牛妈生嘛。七牛妈生有三个节，请哪里记得？七牛妈是儿童的守护神啊，出世到十六岁，七牛妈咧保护啊儿童节。啊，七牛妈黑暗啊，七牛妈黑暗，牛郎织女会啊，情人啊，你过在一个恋爱困难啊，就伫表示讲恋爱困难，一年甲见面一遍，牛郎织女会情人节啊，就两个啊，同款黑面葫芦，过在时代葫芦拢爱做三个哦啊，尖子啊，就底下。哦，安尼为着要予我安尼熬做经营白卡嘛，啊，替丈夫做衫，替囡仔做衫，做会水，哦，来拜七娘妈。所以有三个节：妇女节、儿童节，啊，甲情人节。敢若讲一个情人节有啥物路用？儿童节讲无着，妇女节也讲无着。七娘妈生就是遐要紧，这是一个台湾文化啊的一部分。后来咱过来看啊，一般民众相当惊鬼。因为相信孤魂野鬼是人间苦难来源，在台湾做鬼作祟拢互乌白热啊！我甲咱讲哦，鬼观念这是鬼的物件是信出来的，基督教的鬼观念、民间性的鬼观念、佛教的鬼观念、伊斯兰教鬼观念、印度教鬼观念、犹太鬼观念，拢总无共款，拢无共款。印度教的鬼轮回出来，对恶鬼都造出来。这个不够同款，甲其他教同款。基督教的鬼是对落的天使，不是人死变的。民间信仰的鬼，吼，一个人就鬼爱鬼啊，相信三魂七魄，哦，无同款哦，无同款哦，请咱唔当乌白信嘿，迄就是信仰语言啦，听吼，咱唔当信鬼。鬼闹影吼，我听好操练一个鬼影来对付国民党，哦。啊、我无法度咧，鬼都无影咧，所以我都也毋捌看到鬼，啊鬼也抓袂到，啊，啊这是事实，啊，你若要看到鬼，真简单，伊迪士尼乐园一间鬼仔厝，但是你所看见的鬼吼，拢毒片仔鬼，毋是台湾鬼，拢毒片的鬼啊，迄人做出来嘛，无影无食，哦、啊，生出来，请咱会记哩，啊，所以心中无邪不怕鬼，你若要看到鬼，我甲恁讲，人的体质。拢真无共款，为脑部啊，一作用因为畸形，所以有种幻想症，也是妄想症。这款人，因为我宗教学的人，有那有宗教心理学的这个训练，这款人真容易看天使、看魔鬼、三心幻觉。神经这个人，那叫做白日青，容易做当机，容易讲谎言。呵呵做物证、有物证的人，也真容易产生幻觉。所以你们看到鬼，我教恁几步，逐日都读几啊册，啊看《聊斋志异》，三日三暝卖困，卖困哦。我保证第四日这个产生幻觉，这一路准。一张金蕉看到一个人，一个青仔人看到落脚鬼，哦，一只鸟走过讲哦，啊鬼啊，那是大人回来，你给我看。绝对的三心幻觉，因为人有这个精神虚弱、精神耗弱的时候，会三心真济幻觉。啊，这个幻觉是 reality 哦，是一个实体哦，别人袂当甲你证明。所以两个人在行，你看到鬼，伊看无到鬼，哦，就是这个原因，哦，这个原因。所以我做宗教研究的人，真爱掠神鬼来做标本，掠拢无半只，哦，因为我较正常啦，啊，哦，来。啊、所以这是一个吼，先做讲，相信高魂野鬼是人间苦难的来源。其实人间的苦难来源是政府的责任啦，哦，唔是鬼啦，唔通乱唬鬼。为着安尼，民间就用农历七月正正一个月的时间来对付这些好兄弟啊，摆大宴席来普渡阴公、庆赞中原，也就是用迄个将鬼甲树叭叭叭做手段来躲避现世的灾害。哦，全世界吼，我咧研究这个鬼吼，感觉足趣味。
全世界几啊侪第一等的是华人的社会啦，啊、哦，华人的社会特别台湾一个月，所以你台湾做贵袂歹啦，食个八八八一个月来安尼会当自由食个八八八啊，然后个扣落锁甲关起来。啊，而且全世界的几啊吼，三岁四的几啊，一百年后看嘛是囡仔神囡仔鬼，拢袂大汉，独独台湾鬼会大汉，佮特别假。哇，人吵鬼无，哈、哦！我着你问不问问问到拢袂平安，啊，着佮你敲查你的调查户口，看你当时囡仔拍算以为讲有啊，啊，若是附近人安尼问不问袂使，风水也创袂平安，人着佮你调查户口啊咧。你有囡仔拍算以无？有啦，查甫查某查某囡仔，几年前？二十年前？几岁？三岁？对啦，已经二十三岁啊。那活到今仔日大学毕业啊，嘛咧食头路呢？啊，你三岁四岁时叫土公甲扛一台，啊，要你甲拜，伊大汉啊啦，伊唔管啦，伊要讨快活，啊，你捌听下无？讨快活，哦，这是因的迄个新段的用语啦。哦，老母听下足伤心啊咧！我一个二十年前死去，迄、那个查某鬼啊，有影着着，今仔日活到今仔日二三岁安尼，啊来咧讨快活。吼、哦，就是伊哦，就是要甲照顾伊的灵魂，卡在咧高高顶哦，袂平安哦。啊，当要安怎？伊讲甲嫁，甲嫁，甲嫁，互伊的灵魂，互别人的后生去拜。啊，你招一个囝婿，啊，甲嫁，啊，得准备嫁妆哦。啊，得安那样，得甲指导哦，你得用一包钱啊，啊，卡数的，啊，从这个死者的名写的，啊，当时出事，当时过往。哦，啊，包一包钱，帮包一支粉哦，唔是一两包哦。啊，叫你的这个死者的后辈小妹啊、小弟啊，摕去路边放捡。啊，那捡到的人啊，像我遮济岁捡到的人，我伊就我来问讲啊，先生啊，你唔知有后生无？讲有啊，啊，娶某未？也未。安尼是嘞吼，一包歹米啊，一包歹米，哪会卖捡？啊，那咱碰到像咱这個。所以其他咱这兄弟哈，中间的一个歪门啊，先生啊，啊你有后生无？讲有哦，啊有囝无？讲有啊，两个后生啊，对啦，姐夫。讲哎，拜托嘞，啊我唔捌你，你来叫我姐夫。伊讲就是阮这个二十年前过往的这个大姐吼，要找你做翁啦。讲无无无无，我唔爱哦。讲安尼好哦，你等伊吼，唔通老庆官。骑机车唔通跋倒，跋倒就是黑公之灾。我所讲的这种专有名词啦，哈，黑公之灾，哈。啊，等于那感冒，就是阮这个死去的大姐要找你啦，找你做翁。个人有影咧，等于迄面说发烧感冒咧，啊，隔天讲伊就抄电话号，我袂啦袂啦，我要甲娶，活人娶鬼母就成立。啊，因为安尼，哦，用这个方法来求平安，台湾人就是安尼生嘛，所以鬼吼。鬼在我的研究中是一个大主题啦，哦、大主题啊，恶鬼这个 hungry ghost 就是讲鬼啊，在以前咱的公妈的灵魂无甲照顾，煞变作妖鬼啦。因为台湾人认为讲这 eternal life 永生祖先的死要过来活，啊，活着靠这活的子孙啊，也做鸡啦，也这个少王甲拜，少王是拜骨头，啊，做鸡是拜迄个灵魂，三魂七魄的嘛，哦。啊！你若要甲拜，哦，万一迄、那个亡人恶起来，就变妖鬼孤魂啦，吼、哦，这还得了啊？会找你算账，就是用安尼咧经营生活啊，无挂掉人买心嘛。我讲台湾鬼无遐歹心啦，台湾鬼哦，有哪会保护子孙啊？唔免服侍，嘛是安尼生啦，哦，唔通买心，无讲遐衰家啦，啊，无讲遐人现实啦，买啦，哈、啊。后来，轮到民间精神的态度，一见一白纸就是相当现实，而且利用都会尊敬。譬如来讲，同款一身妈祖袍，北港、新港、大甲妈祖就比其他各所在的妈祖更加灵、更加神。平平一身哦，哈、哦，基督徒绝对唔敢讲圣教会妈祖比长老教会较灵、较神，所以你那边礼拜拢来爱来阮家。啊，那安尼，这个上帝免拜啦，啊、哦，有分阶级啊，有分阶级啊。精神是无所不能，无所不知，
无所不在。无讲看人大细目啦，神后看人大细目，即款呢神唔免拜。后来啊，所以吼，无影讲什么了较灵性，后来阁过啊。灵性、灵验是人人所追求的精神法宝，因为安尼妈祖未灵未圣，我伫咧拜王爷公啊。王爷公未灵未圣，我找关帝爷、关公啊。关公未灵未圣啊，上帝公啦、啊。上帝公未灵未圣啊，观音妈啦、啊、土地公、祖师公、玄奘爷、应公、大舅公、石头公拢总好啦、啊。直到认为讲，哎，有灵有圣为止啦，哈、啊。啊，即若阁未灵未圣。就给你身家调查，活人娶几某就出现了、啊、这种精神的方法在宗教学的用语叫做高体神主义 Cosmosism。 当然人常常有这款的、哦啊、我们知道我们都有这个红鸡道拜公妈之后，以后还有一个鸡神、啊、如果关帝爷拜了觉得、啊、这间厝都还没平安，是的、哦、关帝爷你退位，我要拜观世音菩萨，观音啊，观音的叉啊掉落去，哎、欸，一年后嘛是个怪怪，买了啊，就上帝公也来啊，土地公也搬来啊，啊，伊就会甲保庇哦，买保庇那是退位哦，那对，这个高体神主义啊，高体神，也是大小神明会当随心所欲换来换去，但人个敬神太多，流入的一个艺术，像点像艺术基督徒。还叫做阿拉伯定心式的信仰，人是主，神是给人苦死的奴才。您知道这个阿拉伯那一段故事吗？哦，一千空一夜，一个青年在海边捡一个神灯啦，伊唔知道要甲七路打，七七个说一只精灵，大汉精灵走出来，主人啊，你给我叫出来要创什么？头啊惊一跳，后来讲我目肚枵，好，这两三变给你吃。哎，两三哦啊。这个神灯来才好用啊！后来就揪住神灯来底咧，伊就讲：哎、欸，我衫裤穿了无水咧，我要穿阿拉伯的这个王子的衫裤啦，一束来穿就真好，就甲切切的，佮走出来。主人啊，你叫我要创什么？我要啊，爱你给我摕一束王子的服装给我穿，好，这两衫变乎你。所以得到迄个定心了后，甚物物件都拢有定心的乎你嘛。台湾人的敬神太多，多亲像安尼先，所以蒋丹中山医师的分析足对，人是主，神是任意枯树的奴才，神既然听命于人，自然就本末颠倒。所以台湾人要出头天，宗教观要改变。我来过来，这种敬神心态，通讲相当原始，根本无随科技的进步的改变。就此而论呢？台湾的宗教人就是所谓摩登原始人 （modern primitives）。不过民间信仰在现代生活中，某伊较好的一面啦，唔是拢崇拜，就是担负着文化认同的角色。像今仔日这种清大英，以及食的习俗，拢完全西方化 （westernization） 的中间，要认同家己的台湾文化，我不能去看庙啦，庙的建筑，庙是。王宫的迷你化，永远厝顶就是翘一个。啊，入去看伊石雕的雕刻，看伊画故事，哦，啊，看人咧关东机。我甲恁讲一项，台湾的新民上甘心的，就是无受日本人的同化，也无受中国国民党的同化。到今为止，我咧看人关东机，唔捌一个东机用日本话咧关，用北京语咧关。绝对用台湾话咧关东机，新民才关会发，所以可见台湾的新民保留台湾的保固啊，这点上感想。甲客话啊，客话，后来敢那一贯道啦，一贯道，你对迄个老母牛磕头啊啊，这个一棵树，再棵树，三棵树，迄外来文化啦，迄无效，迄都毋是民间信仰嘛哈、啊，咱只若去一贯道。做道经的人，知影我咧讲这是啥物啊？后来，但不过伊的迄个拢西方化，要认同家己的文化去看庙，因为新民所穿的衫裤拢永远袂变。皇帝是穿杨丽花戏台顶迄个皇帝的衫啊。啊，新民的交通工具大链啊啊，龙机虎链链桥啊啊，啊结界吼，你若要去进香，嘛得肯定龙机啊龙机虎链的顶面。
用发财车啊，拖拉机载你蹦蹦走，伊永远都是坐轿就对了。哦，这款的文化未变。哦，啊，观赏新明星的时阵，迎新赛会，拢总是农村文化的再现。哦，西里阿瓜、亚钢筋、人西、人灵、车古筋，因为我伫南部翕这个纪录片的时阵，看见啊，这个家庭上古锥。家庭有受日本文化影响，所以有一个日本包仔店，你毋知捌看无？有一个鹿街烧、鹿街烧的店，啊，嘛有山地舞店，可见咱毋是受中国文化影响啦。民间的匠心有哪受日本文化影响？有哪爱看鹿街烧？哈，爱看日本包仔咧跳舞？哈，来，这是一个例啦，哈，食肉粽过中秋。你是为了孙，才有机会去体验这种传统文化。这个理解真要紧，因为基督教的福音就是通过这种文化去印证台湾基督徒，这个印证台湾人基督徒的心感。所以我讲，这个外国宣教师真聪明，你叫台湾人信耶稣，拢用一挂俗语。那你我所拜就是天哦，天公哦，人是天生地养，千算万算，唔得天之位，天之人。天启人不如人启人一支骨，台湾人就听下这边啊，然后佮改变讲，恁所拜的天吼是多神信仰的天，上帝的天是坐不住的天，啊佮安尼个桥，安尼个桥啊，所以嘛得应用文化啊，恁若无文化，无迄个接触点，迄个 contact point 就走去啊。好来啊，即马使剩无偌久的时间啦吼，要四五分钟了吼。我到三点，到三点也是，过十三分。啊，咱简单来看一个佛教嘞，哈，佛教 Buddhism 源自公元前六世纪印度，又搁伫公元前三世纪经钦阿苏加阿育王扩展到海外，并且伫公元第一世纪东汉明帝时代传入中国。佛教分大乘马哈亚那 Buddhism 甲小乘希腊亚 Buddhism， 但是叫小乘则是中国和尚的发明啦。应该叫做提拉巴达布里什，上座部不高，增加世青八团不高，后者叫做南团不高。但是伊南团不高，上座部比较较正统，因为是巴利文的经典。啊，这个八团不高用梵文，但不高属于八团的大乘佛教支流。最民间所说的就是神宗净土，所以即马台湾的出家众拢神净双修，伊就通俗不高的观音崇拜，到地藏崇拜，一个道生一个道死。归根究底，原始不够，就是正统不够，是否定神明的存在，是无神论宗教。来到台湾，大家都变神了，佛、菩萨、罗汉，拢是信仰对象。如果有神的存在，也不过是六道轮回中的天道轮回出来，也是天龙八部的角色，是种相对智慧、绝对的生命模式的存在者。同时，人的灵魂要受否定掉，因为不够，原始不够是无神论。这个思想清楚表达的伊的无我论。梵文叫做安阿达，这是三法印中间哦，诸法无我，诸行无常，涅槃寂静哦，这个三法印之中，现象界我不是真实的我，也不过是十二因缘结合加上轮回哦，前世因决定今世果，今世因决定来世果轮回出来，佮进一步不教连人生嘛该否定，因为人生是一片苦海，有境界一切现象拢是苦，苦是有境界一切欲求的集合。有欲求，有我执，就有苦；有苦，就有卡嘛，就有业。哦，这是真简单哦，用真简单的文字来介绍。各位，业是推动前世、今世、来世的三世因果之轮的一个主要动力，行为就是推动咱要轮回的动力。所以解脱的方法，就是目下的方法，就是斩断苦甲欲的业感轮回，记住境界，佛家个叫做涅槃啊，涅槃啊，寂静。因安尼正统的佛教强调出家修道、逐欲分流，以及学神灭相，才以追求自我解脱。佛教既然主张逐欲出世，自然是看破红尘，消极人生，生活宽也较现实，社会有利脱节。至于正统佛教的自力解脱论，未免对人性过分自信，对人性的若根本质太过低估。到底人家己会当拯救家己阿未？就是。即使可以，世上到这种资格的圣人，到底家到底有几个？关键一点，不够多，充满自信。这吼，我安尼分析是徛伫这个啊，我宗教说立场来讲，吼，啊，咱在座闹这个啊，
出家众可能即马诶，即个佛教已经改变啦，已经改变做近现代化啊，这是爱甲恁恭喜啊！尤其是大乘佛教标榜众生皆佛性诶道理，不但人类会当自救，就连有情万物也可以自救。即历史上看未到一只狗哦，阮某饲两三百只狗哦，流浪狗，也是狗遐得到幸福者。基督教就持相反的态度，这是较主观的讲法啊。就是讲宗教应该是为罪人准备的，不是为道德家。耶稣要宣告讲，勇敢的人唔免欠人，以前有病的人才对。我来唔是要招义人，调道德家是要招罪人。啊，基督教主张他力拯救人，唔是自力，因为人性大家都真软弱，所以人凭家己的努力是无当自救，人必须信靠一个救世主、上主的救拔，尤其是耶稣基督稳定。才能当净化人性甲心当行，因为这篇文章是为着基督徒青年写，所以有较主观，啊，有较主观，啊，来个过。路加福音记载，法利赛人甲抽象的，是代表歹人，两人当时上圣殿，仰上主基督的故事，但可以讲是基督教他的拯救论的最后注解。法利赛人代表道德家，迄个抽象的代表同侪人，啊，角头兄弟啦，哈。两人祈祷的结果，上帝所接纳的竟然是迄个角头兄弟的同侪人，唔是迄个道德家。即款的结论一反世俗观念的逻辑，连释迦牟尼甲孔夫子嘛想不通啦。但是理由真简单，因为迄个同侪人的角头兄弟是为着悔罪，为着要悔改，甲进入宗教的门啦、圣殿。其实佛教也有即款放下多多立地成佛的思想，唔是讲干那基督教有吼啊，伊清楚啊。伊清楚了解家己的过犯，知影无法度人自救，所以提出勇气求助于上主的怜悯甲赦罪。上帝啊，怜悯我这个有罪人啊！相反的，就是个道德家满怀自信，踏入圣殿，踏入宗教的门，用真自负的口气伫上帝面前，建立家己的这个这个德行。上帝啊，我一礼拜敬食两遍，十分献一物，一分落送养人啊！我无像边仔个。迄、那个角头兄弟，历史不计甘霖啊，也搁咧将别人比下去啊。啊，所以迄个亲密伫黑社会拍滚的这个抽象，所以自我为先、为己甲独善其身的人，用基督教眼光来看，永远脱不了哦，解脱不了的。总而言之，就是甲基督教所谓的得救无分。不过大乘佛教的净土中，明显有他的主义，他的解主义，伊的信徒嘴咧念南无阿弥陀佛。归西天哦，无量寿佛甲无量光佛的意思。日本有一个佛教大学的教授蒙月信行，伊有写一本册，伊讲净土思想佛入灭一千年后才产生，受南印度基督教甲波斯教哦，光明拜光明神阿弗拉马兹拉的影响。所以这个南无阿弥陀的意思是甲基督教思想接近。南无意思是皈依啊 ，commitment。这个阿弥陀佛、阿弥达，这是动词啊。哦，下面倒两个名词，一个阿弥达巴，一个阿弥达油。阿弥达巴是指空间光明，啊、哦，无量光的意思。阿弥达油是无量寿，无量光耶稣是世间的光啊、哦。无量寿是咧讲基督教讲永远活，不是一个开悟者 ，the enlightened one。皈依永远活的佛陀，皈依世界光明的佛陀，这个思想就是基督教的，跟基督教有一个接触点，所以这个南无阿弥陀佛，这个念佛不教的口头禅是真有意思的，所以我应该做一个基督徒要写一本册，阿弥陀佛是耶稣，敢知安尼先吼。我也给基督徒骂死，但是事实是这样的，所以佛教跟基督教有一个交通点，一个 contact point， 我们要很勇敢去承认净土宗他的信徒嘴念南无阿弥陀佛，皈依西天的无量寿佛跟无量光佛，诚心求助西天极乐净土的主宰，希望来世能往生极乐世界。台湾民间的通俗佛教观音崇拜求道生跟地崇拜求道死，也对这样都很做有神论的他的主义来，这是对宗教所立场，由此可见，自力解脱的无神主义不够，未当为着大众所接受。毕竟一般民众需要一种
绝对伊那的信用对象目标不高，一进入民间基层就通缩啊，这足正常嘛。哦，像台湾人咧改地太子爷的这个模样，变成一个民俗记号同款。就不高优点来讲，伊最足出的教义，不管迄种泛爱众生的阿钦萨、戒杀论，这是不高被奉作诸比宗教由来。不过伫印度社会，首创戒杀论者唔是佛教。是六书外道之一的 Jainism 基督教，啊，咱大概唔捌听过，唔捌听过。释迦牟尼出家第一个所找的大师，就是基督教的大师，所以儒家尊卑那骨。后来和牧羊女，哦，供养伊牛奶，啊，佮慢慢恢复体力，一日菩提树下，迄，那个金刚座，悟出四圣谛，苦即灭道，世间的现象是苦的一面。执就是有我执甲欲求，才有这个苦。所以这种爱灭，你要灭，得爱追求八正道，这叫做声闻性哦，素性地啊。啊，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一个真要紧。这个主张极端禁欲甲苦行的教门，至少早不到一百年就出现伫印度社会，但释迦牟尼无接受这款。其实我要做一个补充，佛教。大乘佛教最伟大的一点，就是菩萨行愿。我甲这个，我即马无啥咧插伊，哦，甲一个迄、那个叫做啥物啊？不是拢咧讲大话迄、那个尼姑啊，叫做袂记哩个名啊。毋是圣严，圣严是我的好朋友，圣严的人非常，圣严的人非常心思即马过身去啊。一、那个查某的女尼啦，哈，骄傲傲面咩？唔是，唔是亲爱的上师，是唔是不教？唔是不教，想煞想袂出来。一边在讨论吼，伫不教的迄个在讨论，讲到一篇安尼，按照大篇安尼落定，我讲啊，免讲啦，菩萨道啦，你不教，若要进入现代化，爱用摩利萨达话，只有菩萨道，菩萨有法官。地狱不空，誰不成佛？地藏王的人生的苦难无止煞，我唔成佛，观世音菩萨的。所以观世音菩萨有三十几形的这个化身，啊，就是这个原因啊。啊，讲一句呢，都能解决啦。所以要一个菩萨道也是不够，伟大思想，这希腊也那无啦，上座部无这款的思想，无菩萨，啊，干哪？大乘不高，有这个菩萨道的讲法，这也是不高伟大的所在啊！当然就不高的诸比教义哈，万来众生，这是咱来个肯定。人得较爱承认，伫某种程度，你该就不高的诸比会当认同基督教的博爱。当然，基督教有一个公义的哈，公义，这是伊的贡献，也是伊有助于创造世界和平的所在，包括菩萨道哈。后来啊，现在时间到哈，要剩几分钟了哈。下面因为有留这个歌，予咱了解新兴宗教甲基督教部分，咱已经无时间直接来说明。哦，啊，我有可能咱若要过甲过牧师，哦，啊，甲咱的教务主任，吼，教务长讨啦，哈，啊，甲去应应，哈，啊，要存几分钟，大家有啥物问题啊无？哎，好好好好。各位学员，大家好，有一日啦，台湾的政治的天下啦，咱台湾民政府会甲落起来，啊，落起来了，各位学员，你哪知影哦？有人爱去行政院办公，是不是？有人爱去做厅长、副厅长。有人爱去做局长、副局长，有人爱去做科长、副科长，有人会去做科长、副科长。啊，你即摆要去的时阵，因阿咧困的时阵哦，太太，啊，我明仔载要去做官，但唔知要对待办起哦，有些压力哦，有些压力，但唔知要对待办起哦，我唔捌做着官，你免烦恼。迄若有这个。压力有这个苦楚吼，来找我，我会甲恁大家教一个真好的方法，很顺利了。
啊去各族各位啊去坐椅啊，啊好好啊办公，啊大成功，哦，啊大家人无气焰，啊大家先来参考一下吼、哦，谢谢各位。咱的时间已经到哈，真多谢大家忍耐了哈。啊，咱要有两个大段，无法度当甲咱介绍新兴宗教甲基督教的部分哈、啊。当然，这是为着大专学生写的一个二十几年前的文章。兼在中间的批判，然后对咱的出家众有较实的所在，请多多包涵哈、啊。好，时间到哈。好，起立。今日，休息十分钟。